咱高雄伫真久之前，也已经划伫即个划做即个水源的这个保护区。啊，伫即个保护区内底呢，你袂当饲牛，你嘛袂当饲猪。啊，咱会感觉太趣味的所在就是，猪仔放出来，还是牛仔放出来物件，这算有机的，伊对环境的这个危害都袂遐大。
啊，但是咱会当用一个法令，就是保护区设立了后，咱就甲要求讲，袂当甲人家饲牛饲猪。但是为虾米会当伫遮设这个工厂？啊，伊这个工厂，伊所做制造污染，有可能是重金属这方面污染。啊，重金属污染比起饲猪还是饲牛的废水，其实是严重搁较济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伫这部分，咱就无了解到底环境部伊是按怎样思考。厂商说，我违法的部分大概只占了1%，那只要是违法，1%，也就是100%。那你可以因为这样子就翻他通过，然后他保他说呢，在这里我这些违法的制程我不做了。可是谁能够保证，今天如果他在工厂建完了之后，把这些违法的设施再加进来？我们怎么监督？啊，另外，这个政府是这个议员的承诺书吼，咱嘛要邀请咱的议员来给咱道歉，哦，诋毁，给咱道杀这个案，哦，给咱道杀这个案，希望咱会使让这个工厂卖伫咱这设立，哦，虽然咱即卖已经有民事甲刑事的这个诉讼咧进行当中，但是咱嘛是需要咱的这个政治人物、咱的议员、咱的乡长来给咱道杀。我爱家乡，我爱家乡，拒绝污染，拒绝污染。